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这个墨子好久没玩了，今天玩了一把，发现这个墨子还是非常好用的，特别是后期残血的话，是一炮一个残血啊，也是非常准。那接下来就来欣赏我这个墨家炮墨子的精彩操作。变形出发 ，First blood， you have slain an enemy， 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，Double kill。生存就是最精彩的战斗。Triple kill, quadra kill, 引爆高能时刻。Godlike, 我来组成头部。Legendary.Double kill! 太吵了，需要一点和平。Legendary! 心怀恐惧，方能无畏。